中秋品嘞。抢着第一道阳光，我们的工作小组来到汉坑里欢行里。这个客家庄是以加工柿饼为主要的行业。由于晒柿子需要抢第一道阳光，这句话当地人不但常挂在嘴上，更是上工的中原标准时间，总眼标准时间。不过呢，促使汉坑里成为柿饼最大加工厂的原因并不是阳光，而是九月开始刮的东北季风，当地人称为九降风。九江风，今天我们换行李，新都金换行李哈，老头白家换行李，人冇少学，开淡水一半点钟好噶，我去到该饮水思源该好两点去开，所以我们换行李啦。除了天然气候的配合，克勤克俭的哈嘎饮，更是促使这个客家庄成为赛事品的总工厂。小个起见啦哈，每次两个人呀，那两个人呀跟热气系冇杂起来呀，每过一宵，过一宵是为收当点，唔系为接下来下来哈，接下来下每是为免贴，免贴是冇用，所以做起饼做好哈，是好来饼啦，饼好久做得啦，做软装做早啊，泡粉你了做完饼滚拢软做得啦。在这里一早就聚集了一堆来上工的七嘎饮，对柿饼厂老板刘先生来说，这是父子相传的家族企业。来这上工的阿婆阿姨只是来这边抬杠兼帮忙，顺便亮亮相而已。你看烤漆的大部分用机器烤的，这边的味道天时台的吸那吸的做漆饼的，希望讲你偷白的方式和你强的全部也是靠起的师傅上教的，所以我长期都来本来都翕好的时阵呢，将做的对你客家的文化做一家最好的保存哈。柿子削完皮之后呢，要经过不断的风干日晒，再风干再日晒，才能制成柿饼。而其中帮柿子按摩的工作就相当重要了，这力道的强弱的拿捏，全在老师傅的手里和心里。用机器来捏做得唔做唔得，那问题系用石器来捏，安尼太一边硬面，那起来捏刚好就都是晒灰，哈，啲晒灰，安尼嚟，所以用，你目前不止，还系用手捏好控制得到，用机器捏嚟是好控制唔到。对压柿子的坚持与用心，就是刘大哥维持客家传统文化的最有力的证据。柿饼工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问刘大哥自己做了多久，他说41年喽。十年呢，本上是天生天上一，那讲成国语就是生命会找出路的意思。客家人绝对会自己找寻生命的出路，就像我们柳胎狗啊，书没有念好，可是却做好柿饼这个家传的事业。其实我们做了起饼哈，算是家创新啦，一单子做完，龙应该特别一单子做完，所以你也来接呀，当经商，俺认为特别做了头路真辛苦，所以树人没投好啊，树有3万投个，没个考试，佮就没出啦，好、啊，所以俩呢就转来不怕做起饼，俺实在讲啦，俺认为讲做得专业的，反比一创新做得保持，俺家做得都不怕照顾龙应该，啊，俺家有点收亏钱，就放口放口了。柿饼的产期只有每年9月到12月，不多不少3个月，可是这一整季的收入却是刘家一整年的收入。问他们这样的日子过得下去吗？他们想了想，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关塞。”那有吃了的些呀，就来的菜用点呐。听到着双手和汗水辛苦耕耘的哈嘎饮，却怀抱着靠天吃饭的谦卑，或许就是这种相信宿命论的调调吧，让客家人保有了传统简朴的乐天之命。也许社会上关心的是钱财，追求的是名利，但是在汉坑里的客家庄，只有每一道阳光才是最宝贵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蓝衫一个属于客家的传统服饰，对新一代的客家子孙而言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因此蓝衫两个字对一个走过半个甲子的老人家而言是多么沉重的包袱，但是老人家却怡然自得地乐在其中，因为他说矮住一车粥一车粥味道十番没办法了。哎，是不是也摩托车比较好的，你做一年票给那三年管理所台湾的爱一年票给我三年管理所哎，你跟我做事啊，落雨没算工程的啊，啊，是的，哦，落雨的，啊，都那有算工程哦，那不要见面了，不错过，呀，转山都穷啊，运车都穷，那见面了，看到你啦，做仓库的啊，哎，呀，我铁路方面铁路，啊，都小我小条那矮又薄哎，抢师傅买布。像那个福州人啊，两三百，像啊都台湾家师傅土地全部是个做了，啊，变得我们富人家这个做哦，我做事，所以过来吧，家境么好，给了师傅满足了，要挣钱了，挣了来那哟，要不然都多给了嘛，给了就像嘞，给了师傅，啊，那也完钱了，第二是没有呢。做年票几多钱啊？十年那个都六公了，啊六公的做嘞，老爷那有六公的都没办过哦。哦，你弟们跟在那个咱们个农场做三皮两公，一公人，没得两公三公的，没得米晒的，又没钱买菜。哦，所以爱跟咩，老爷又没读到，啊你头晒又唔到。该有些多，伊按部就班做得多，有天赋。一两三五工人，按部就做两，二十做两名，啊，做几百人多啊，一天做工啊，做五工人啊，所以来这样干想好起来。老人家说得很轻松，听得我们却不知如何来回答。一时之间才发现，那是老人家在面对蓝衫时的不舍。因为他曾经代表着客家人的骄傲与传统，看着老人家手脚利落地在蓝衫布上刻画出一道道缝制的线条，表情是自信而坚定的，丝毫感受不到那岁月刻画的痕迹，而看到的是那种有如稚子般的笑容，用一如往昔的坚持缝制出特有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他带动了战争抹布和麦哦，阿弟我媳妇好把的告诉阿呢，阿这那个做这个金黄团，输呀个的，地方的嘛，三米的你，还能是一步三步啊吼，拿来做个是不也好，哦，就给你做算了，也没用的茶啦，我们都有没啦，不方便的去原那个面相，你不刚刚买菜就行了。所以呢，没办法，有最困难嘛，啊，最困难的好时的时间做头家，哎，师傅嘛做到新疆那个给快工啊，最苦的。七十年如一日，对老师傅而言，就好像在打一场人生的战争，怕的是那稍纵即逝的蓝衫文化，但也仿佛在告诉着我们有这么一段的往事。那是用针和线所留下来的客家情怀，一件蓝衫一段情，一针一线缝出客家情，一两蓝衫一段情，一针一线练出客家情。Thank you.
部有交代，泥土是故乡的芬芳，因为它的味道是永远不会变的，仿佛在诉说着当你累了失意的时候，家是永远的避风港。对于长期身处在外的异乡游子来说，那也许是最弥足珍贵的感觉吧。美浓一个传统的客家小镇，有着我们哈嘎宁的豪迈热情，却也有着一段密不可分的执着往事。我对开始的时间，我都会强调米农药，米农药。我对台北的市里面的出港的时间，我掉出来对你的标号码掉米农药，总在个人以为的话涂成米。美浓糕啊，那个美浓糕的窑啊，都过上枪咩？哦，大家都一个乌鸡噶啦哈。所以系，但系希望讲啊，将美浓窑真实带进我嘅故乡美浓来发展，来成立成就一个事业。对美浓啊，要开陶器厂啊，系呢很困难。因为呢，开个陶器厂。以前我有巨大的协议厂，买材料、买南天，一头全部都系冇咁容易嘅，所以我哋咧每项东西都要去台北运过买，所以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大门困难的事情。在按困难的环境之中啊，我能做，我能做过来。所以一个十五年来当米农油条做的时间呢，就是带回米农一个巨大的。一个出格，所以呢，我做将米农药带在米农来发展。泥土可以是惊奇的，家乡可以是最美的。本着我们哈嘎宁的精神，朱老师一次又一次的带领着我们进入陶艺艺术的创作。惊奇中无法言语，所体会的是一种雄浑与旷美的感觉，更是这块土地上的另一种新文化。我们身为一个艺术家哈。我哋要有嘅巨大度、大量嘅观念，我哋不能以为讲啊，有嘅时候，有些人嘅不良嘅行为，不应该嘅行动，影响到一个整个环境嘅时候，我哋都来讲啊，表皮，我哋做唔得嘅。所以，我哋不管环境怎样嘅恶劣，让佢唔顺，我哋相同。一天要坚持要做，好，今天讲一讲，听讲你再做。也许有梦最美，倒不如说它是客家人的逐梦开始。望着它的诞生，耸立在那一年、两年、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看着人来人往、世代的变迁，我想那是美浓窑的坚持，更是我们哈嘎宁的骄傲。就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大声地告诉来自地球上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我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古代米农有发展的有业嘛？我们最主要所做的作品呢，是呢陶壁工匠艺术。做了十八年来的陶壁艺术，我们将台湾从过去完全真空、完全模的一个艺术。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单想推台湾一个地方，我们一来做过多的投票公共艺术，更重要的，我们将我们现在所做的艺术传到外国去，本国的外国人了解我们台湾的艺术家，我们让他来打拼，让他来委托，来能够表现我们的乡土的文化艺术来做表现。不过当然我们这家也期待说有更好的环境，有更好的条件可以帮我们艺术家来发展，也是帮我们所期待的。如此的用心经营，让美浓窑从无到有，而有了北英哥南美浓的雅号。当我们问到如果有机会重来，朱老师是否愿意再一次选择逃避公共艺术这条路时，看着朱老师充满着笑容的脸庞，像是在说着我一生人就不会 healthy。
本是府内何处一得假面容一枝，即此中间米旦逢人血色鸟前桥。有关于这对联的意思啊，是讲按哪里的人民啊，基本人是你全部装下做生意嘛，恰脚台湾人嘛，但是为到高富的地方啊，老了了了脚头啦，你了本机啦，桥头那多了滚了咯，老了土匪来上去，来保护的地方啊，所以呢，当时天龙方地啊，是有七凤安尼庙安多保重啊，所以伊讲呢，也重视啊，实际就是但是伊代表的意义呢，非常的深啊，也是按落安尼所有的人民军啊，对咧种些种些咧地方，种些咧百姓，所以认为伊的种啊，所以得到咧百姓的尊敬。抬头望着这两句耸立的对联，心里有点颤抖，像是在告诉着我们，客家祖先们曾经有着一场可歌可泣、誓死捍卫家园的陈年往事，而那是属于客家文化中不容被遗忘的历史信仰，依稀记得那是从阿公口中流传下来的。有关于那里移民庙的事啊，那里追溯到了清朝天龙五十几年，在林爽文时期，林爽文的本身很推崇的啊，因为老清朝的眷属啊，没有五好，所以反抗清朝的政府是啥了啊？安吉呢认为吉的普下，基本的两路，一路是到南浦，从彰化打下游，一路向北浦上来，因为吉的眷属没讲就训练过，所以沿途啊一打到南北是冲到南北，完全冲了北上是啥？而且北上呢为了这个吃饱哈，保护这个出产性命，所以青岛啊要去抵抗。黑色旗飘满天，凭借着誓死捍卫乡土、打死不退的信念，终于让这一群默默无名的客家英雄们，在经历过了不下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后，赢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也为后世子孙造就了无可取代的精神信仰——义民庙。义民庙。你还是办的白相，上头出去是五路汉溪吼，不管死啦吼，去上头的祭拜人家，祭拜人家的目的呢，其实伊会求一个全家人的平安啊，按事业成功。俺主教呢，边讲又当兵了，我还又当兵了哈，祈求平安，啊，你要谈讲前途呐，哈，你有人无人啊，到你跳过爱创堂的咯，拜二三跑站的时间呢，你所有的求平安福的人呐，全部就是又平安转来了哈。俺过了是，你还要买新茶，啊，祈求你行茶平安，啊，反正到你北上的在。祈求呢，乜嘅事要啦，事业咯，啊，做事业乜嘅事要，啊，安尼情况啊。不一脚印，纵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义民庙在每个客家人的心目中所代表的精神地位，却不会因此有了任何的改变。然而，义民庙在客家人的信仰中，绝对不是托付在那虚幻的神话里。而是根植在客家人对先民开拓台湾的感恩之心，直到今天义民庙的存在仍然带给我们后世子孙对于尊重自己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启示，同时也代表着新埔义民庙与新埔客家的子孙们有着无法分割的情感。
说到高雄米浓，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我想这应该可以归功于这一把把犹如艺术品般的美浓纸伞。米浓人做头家啦，阿正姑啊，阿正姑做头家做枪啊，不上去买酒，过了十八年了哦，十八年看到有做杂的咩？哦，家里人阿个很没做，很唔多。一条狗哦，炖那个，一条狗哦，炖你们，以后咧加一条狗先，那也买多来，买来多钱，买来台湾狗啊咧，阿咧，诶，听过来用狗肉啊咧，开心点。为了赚钱养家，钟师傅一做就做了50多年的纸伞。当初又有谁会想到美浓竟然和纸伞密不可分呢？纸扎的纸跟我们的儿子的纸是谐音，所以呢，我们的长辈呢就会用两只纸扎的送给我们的女儿当嫁妆，好，代表她说可以到夫家去早生贵子。中国字形呢是由5个人结合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代表多子多孙的意思。因为说它的伞面是圆形的，所以呢它象征的圆满缘分。闽南语在讲上河山会山去，这对乐天知命的客家人而言是一件大错特错的想法。做伞几十年的老师傅更是顾不了这么多，这一绕一线的好手艺在以前可都是大吉大利大富贵的象征啊。八个亿呢？一斤啊！一天呢？卖八个亿呢？哦，一卖两万元呢？一天呢？一年哦，卖装饰品。哦。哎，你不要看这里，困掉了，困掉当个什么？花水呀，花水呀，你困掉了。哦，那个10多年呢？10多年。对。也过好穿，也过什么多花你呢？老师傅削的伞骨现在都从大陆进口，没有人再削了。粘着纸面的柿子水由于时代的进步也改成了树脂白胶。老师傅他一个人一天可以做2-3把伞，但是现在的学徒只要能学会其中的几个步骤就已经很难得了。我讲门要好的，门要好的吧。嘿，你们爱来有不懂送半个月钱呢，对饭头摆都各有工钱，金木工钱，啊！你个好又早又细哈，削金呢又香啊呢，削金呢要一年两个月，过呢，啊！你个杯子哦六个月，过呢又早的四个月，过做插色雕饼的啦，过啊你做不咋贵的啦哦，3毛啊，一多四个月，哎，对外说呢一多。都3年了，3年，哎，一天能上万做，普通人两皮了，哎，都比上哦，哎，两皮啊，不过不上万条都两皮、3皮、4皮啊，你要不上万，哎，做亚些呢？我做美工呢。被当作艺术品珍藏的美浓纸伞，进行到最重要的绘图步骤了。师傅们所有的辛劳和努力，都在这画龙点睛的一个步骤后，被完美的呈现出来。完成了这一把把代表美浓的油纸伞，你说它是一件装饰品呢，或说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对美浓人来说，这伞上所描绘的却是一段真真实实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到底接下来纸伞的发展会如何，老师傅笑笑地说他也不知道，可是问他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会失传，老师傅说什么也不相信，因为纸伞就是美浓的一部分。
水思源，慎终追远的感恩精神，我想这是客家人为什么能团结在一起的最佳原因吧。这栋看起来就像一般四合院没两样的建筑物，客家人称它为火房，火房。这个火房哈，从别的地方西来啊，这边移民过来啊，这边黑的时间哈。啊，从我的种族的人哈，也就会穷乡士的人哈，提下就为了建立一个祖堂，编织家所系的一个木的一个结一个木的结构过后，所以慢慢的一个木的哈，会一个木的会黑了一两多年，木的会延续延太发，所以后来他家出成一种的又出工的一种木的哈，提下黑的人就换到一个火房，好一种木的就换到火房的。没有祖先的庇佑，哪里来的安家立业？客家人要盖火房前，一定会先把重要的祖堂建好，两旁没有其他的通道，平常没事也不可以随意出入，这里就是祖先休息的地方，而家族中的长者就住在两旁，也是各有独立门户的。好，一个祖堂哈，除非他家空下来啊，就为好来拜拜的所在。好，所以一个你精神的所在哈，就一个祖堂的意思呢，就会讲啊，祖先哈有王神的哈，有高神的哈，哈就会上一个祖公牌。好，所以一个你一个人讲谈下哈，就俺祭拜祖先的地方。在台湾已经是第四代的林先生告诉我们。火房一开始盖时只有最前排的猫字形，然后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了，再沿着房子往后盖，一家一户，一户一家，阿伯阿伯妹，阿叔阿叔妹，全部都是自己的隔壁邻舍。要是哪家的儿子讨媳妇，房子又不够住了，就再往后延伸，整个家族全部都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使用同一个炉灶，同一个米缸，无论房子再大，家永远都只有一个大门。一个从别的地方西来啊，这边哈移民过来啊，这边黑的时间呢，地点人等过不跑人啊人过少哈，所以他一个地会更加讲人出面哈，为了攻击，好为了防御松哈，为慢慢的哈就一个人他个拢失踪啊，他这边黑哈，啊一次他个拢防骗照顾，一地点为了讲啊。一个房子一个人出面哈来攻击，一提点，提一点，一个火房会因空间因人多因太，提一点会人员就会讲啊，一个劳动力的问题，可能农业上面会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他家弄黑的条交易，无能是你出家的机会，所以所有工作还是以一个农业为主。房子间错综复杂的小通道，紧紧相邻的房子却绝不相通。这是饶祖先的智慧，也是我们哈嘎人力抗逆境的证明。这些也许对年轻的林先生而言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可是家族的延续对他而言仍是一项无法推卸的使命呢。你给现在看到一种物的哈，因为当时移民过来的时间，然后物资哈啷个欠，在物资个欠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没办法用到几何材料哈来建造一种的。也仲有物嘅，佢既然一个所用嘅材质哈，冇办法讲用得多讲啊，唔会抹哈，啊可以有持久性嘅一种嘅做法嘅时间，所以一种物嘅哈，你可以持续使用嘅，可以持续使用嘅一个呢年限哈，就会受到限制。火房中一代一代新建的房子，无论结构或是建材都有所不同。房子的许多部分已经损坏得相当严重，到底主屋还能撑多久？还住在这的林先生并不觉得乐观，可是林家的其他人早就继续接着火房盖起了现代钢筋水泥的房子，这是现代火房的延伸，更是火房精神的延续，这里就是永远的林家火房，林家火房。
说到客家人，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字口，可是我想我们都搞错了啊。其实客家人再大方不过了。古早那时候的吃法，它是三升汤的生米、生姜、生茶，再去磨成来吃的，那是古早的吃法。将生茶叶、花生米、黑白芝麻倒进雷锅里一起研磨，直到所有材料都磨碎，发出香味，然后倒入热开水，配上青菜、炒过的米，这就是一碗道道地地的客家传统擂茶了。以前祖先他们吃是招待贵客的，都很好的东西。别小看这一碗，不但生津止渴、健胃整肠，更是能强身健骨，不但吃得饱，还能吃得好。您说这么替食用者设想的客家人怎么能说是小气呢？反倒应该称赞他们能将这么有限的食材变化成这么美味又健康的美食啊。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我男孩子，我年纪最小，这个时候家里客人来，因为看到客人眼泪就会掉，这从头擂到尾，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孝顺的媳妇生怕累着了年长的阿婆，可是对磨了70年的阿婆来说，这就是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很多同学到我这边来，老人家从这个厨房里面把这个擂茶端出来之后呢，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敢喝，极少数喝了大概一下子，他也喝了这么一点，他也就喝不下去。那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哈，也探讨过，大概这个本身这个擂茶，颜色上啊，他们因为从厨房里面端出来，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料做的，所以很难接受。他们现在北埔的做法是请客人自己在擂，那真正擂出来以后不是这个颜色才是真的很奇怪。原来是七杆饮招待客人的食品，就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成了北埔的特色，口味也由咸变成甜，磨起来也轻松许多。老板还热心地告诉我们，其实以前人都是这样靠着墙角磨，比较省力好磨。如果你还是磨不好的话，没要紧，店家精心磨制盐条的擂茶粉一样香醇营养，而且一样是招待亲朋好友的最佳美食。就是我公公，他身体80几岁，他很虚弱，我就叫那上班的奶奶啊，就说你每天就泡一，早上10点啊，下午3点就泡一杯给阿公吃啊，半个月就知道了，半个月就知道，很明显。只要2个礼拜，只要2个礼拜就能看得出效果，让人吃得饱、睡得好、走路有风、讲话有力，保证纯天然，不含防腐剂。茶那些爱。爱抬着穿下来就不爱拱，爱拱穿下来呢就不爱把，爱把穿下来呢就不爱一条，爱一条穿来，爱一条穿啊就爱孙子就也是，到底下就最好粮食的东西，最好吃的东西，哦，对身体啊哈也挺好，对血管啊、糖尿啊，哦，血压唔会高，原因。有人在讲40岁敢那一杯瓦凉嘞，老婆婆都80岁了，某是不某是用，仍然身强体壮，健康的不得了啊。
2002年的某个秋天，我们工作小组来到了海拔402公尺、全台湾地势最高的车站深井茶站，旧名16分。这里的火车因为上坡，所以走得很慢。上坡是因为山，因为在山区，这里不产鱼。头摆客家人较节俭，哈，比如去像你过年过节家，要准备神爷。那神爷的话，一边还先拜神明，哈，神明拜了当拜祖先，祖先拜了当拜人家就会五脏庙。但是也一般人家无办法一下处理的很多肉类，哦，跟哎呀客家人也同来的祖先都当较聪明都对。拿来全部切好了，然后边个哈，较菜的猪肉、较皮的猪肉都得分开，哈，切到细细的了，哈，留条路拿来做客家炒肉，哈，无论拿来做安尼烤肉，哈，也都两种方式。拜拜用鱿鱼而不用鱼，是因为山区没有鱼。柳太狗说，反正鱿鱼跟鱼都是鱼，差不多了。穷一点的甚至买不起鱿鱼。还用豆腐干代替。拜完之后，勤俭的哈嘎尼呢，就会将吃不完的猪肉、鱿鱼等切丝油炸后做成哈嘎炒肉，保存起来，是道极为家常的哈嘎菜。而且哈嘎炒肉必须把肥的猪肉跟瘦的猪肉分开，这才保存的久。真的是肥虫啃开的哈嘎尼呢。不过柳太狗说，勤俭是他们的家训。是从他爷爷就一直遵守的基本原则。民国1947年开始做那个空调，公共系铁路局的系运送点，就用行路行到台中，用武团哈去神枪也转来来做业务。当时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啊，也用糯米去武团贴个转来，俺个也到处也到有四台，也个转来哈当坚固。刘家阿公去申请的红砖就是五藤平的 QQ， 于藤平就巧，他每天沿着铁轨走4-5公里的路，把红砖都挑了回来，盖了2栋房子，其中一栋就是现在的圣心客栈。柳太狗说，这个红砖真的是很高级的建材，不管是地震、台风都震不垮，也吹不倒。屋底掀走了呢，四面墙依然屹立在那边。我们问柳太狗说，怎么会这么的肯定？他红着脸跟我们说。嘿嘿，我有经验嘛，我一转的档案，档案唔想我本身台前去摊啊，唔咧喺我哪个多嘅地转咧吼，我经验冇，我多高诶，当到树当中当唔台，系啊，唔乜个台前一度摊到中央啦，唔好讲日啦，一堆乱多干啦咧。砖头虽然劈不开，但是柳太狗说他会一种特技，我们绝对想不到，而且不止他会，深井村每一个大人小孩也都会。这里来讲哈，52年、53年以前的年哈，台风都有漂泊火山，做唔得讲台风，做得讲全部都有漂泊火山，一火龙一出龙天天哈，都已经都开始掉到茶门哈，掉到茶门哈哈，都查唔到，看到差不多火柴一捏捏头天天，我哋个速度开始像老伯样的掉灯，一只脚都开始要去捅到天啦，好，等到一捏粘天天。像比如说你都左边上你吊灯插门的话，一天的左脚一前下去，左脚一下去右脚都停在那个脚用走的，走靠速度动火车平架哈都飙起来了。30多年前，深井村的居民如果搭火车从外地到圣心下车，还得步行返家。有些人下车后沿铁轨穿隧道步行数公里，又远又危险，还不如直接跳车返家方便。客家人有一句话说，做行三周懂一拱，做行三年懂一懂，就是希望人珍惜时间，把握光阴。如果套在圣心村，那这里所有的居民就是最节俭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不但把吃剩的省下来，砖块省下来，连时间也都省下来了。Thank you.
清晨天刚亮的时候，当大家都还在熟睡之际，突然一阵阵吵杂的声音从门口响起，同时也代表着又是忙碌一天的开始。温贝贝，一位脸上永远带着开朗笑容的哈嘎字体，对于板条的制作始终坚持着，用他那数十年来唯一不变的传统。想是有想啊，有想啊，那么想弄，按多少人来做呢？还没啊，按多少人来做，当然有想了。但是，那可以讲，来搞份生意来啊，搞个蛤蟆啊，新来的嘛，啊有经验干嘛啦？啊生意来冇点解？啊又冇天气啊，啊赶米做也冇办法，哎呀塞，够辛苦啦，做板条啊够辛苦啦。啊一般个板条店嘛，眼睛睁开门啦。一般的板条店嘛，现在唔得开门啦。啊，外头买的油的咩样的，都冇想过。啊，外头放起来做板条的时候，就是开门时候就秒，那个面容啊，常常人家脱开了，用水做过了。啊，我睇下也是啊，板条骨啊，骨 Q 啊，实在是吃得腻啊。看看就话有一帮骨胖的啊，骨 Q。啊，师傅第一桌的哦，骨。是的，球迷嘛，那个从头嘛哦，俺球迷用那个从那几个七个座位，啊，是一个响，个响啊，果敢球感个好来，啊，糖啊哦，当时过年呐，俺那糖啊哦，一个薄牙的薄糖，我买下来，啊，重新再煮过，没个用加水下，加水下以后，跟你磨泥似呀，磨那个磨青呀的啦。即使是挥汗如雨，温贝贝的脸上却始终是带着愉悦的表情，丝毫不受年纪的影响，用心且细心地做出那一片片雪白透顶、俗称棉趴板的客家传统美食。哇，真的是令人好想吃它一口，来解解馋、过过瘾了、啊。客家棉趴板好吃。你爱东西啊，一盐多盐有那个基因感的时候哦，那个表面做啊，啊，竟然按多少呢？哦，我确实说来哈，啊，多人有就是讲，哎呀，个可以依赖别人得的，那个搞点做。啊，没讲，等到退休完之后嘞，哦，十年几年有六十五岁都退休的，我讲七十岁来做没讲，有意思在表面做了，啊，得人要做的哈，哪个东西什么做的时候，那个不搞点，哦，啊。那不是讲俺这里挨了，俺来治好人。啊，其实俺也都点么个舌头我做个，也没做过，俺就讲俺就搞过。对坚持着传统的温贝贝来说，也许这就是他生活的重心吧。看着温贝贝一家子为着他们所依赖的精神堡垒忙进忙出，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是专注而愉悦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板条不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传统也是文化。台南嘛吼，有个福教，台南的福教先生啊，闽南的板条全部吃过的，啊，过了，吃过了，有吃中的也是，啊，那也是啊，一吃的哦，吃的五年的，像带人的家装、皮装啦、高装啦，啊，或者服装的哦，今日就是吃过的，粮食买过来，我打电话来的，都外来叫我多啊，哦，就早晚个菜边，我再打来，差不多十分钟，多分钟就到，你平时的什么五年的。因此，俺个省手工做的咩，啊，人家技艺哦，太亮先生的模品质模样红啦，哦，啊，当然啦，俺也没讲俺做个板条个好吃，哦，啊，个人求你，哎，啊，模式嘛有人吃咩，哦，啊，像恁南市来个吧，来底下来讲板条挺好吃咯，哎咩，蛮唔低咩，啊，吃的好吃啦是，模式啦是啦呢。朋友们，有空别忘了到美容走一走，更要记得早上温贝贝吃上一碗那又香又浓的哈嘎半条，因为它有着你意想不到的惊奇。我想那是吃上一碗又一碗热乎乎传统美食之后的满足吧，更是写在温贝贝脸上的另一种笑容，一种代表着我们哈嘎人热情豪爽的笑容。
看着远山云层环绕，沿着弯曲道路行驶。位于苗栗县大湖乡的立林国民小学操场上，有一群看起来天真无邪、模样可爱的小朋友。别小看他们哦，他们可都是身怀绝技。你瞧，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双手舞动着传统的客家诗，优异表现不止为校争光，更赢得众人掌声。而这份荣耀是来自于东林诗队的黄荣贵师父的教导。客家的精神就是客家族忠厚嘛，哦，客家蛋，啊，也就有安尼刻苦耐劳的精神。刻苦耐劳的哈嘎尼以舞狮锻炼体魄，培养团体合作的精神，而开口客家狮更以舞步动作与鼓声配合协调著名，强调人狮合一，马步扎稳，动作细腻，活泼有趣，一一呈现在立林国小的同学身上，看出不平凡的力与美。黄师傅所领队的东林狮队是典型的客家开口狮，起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陆丰县，200余年前由先民带进台湾，民国前三年在水流东流行，迄今已有90余年历史，一扑一脚印，为我们客家文化行传不遗余力。客家是要一般什么供养，人家都可以看哈。客家是可以做西方西高哈，西方可以做哈，有台面有手面哈，也都应该传真完全传统的哈，真好贵族还是按样传来的哈，就传统完全真传统的真传统就按样完全没开始一样的哈。客家诗比如有刻苦耐劳的精神。客家诗是三种吉祥物组成，狮代表雄壮之声，大面代表财神，小面代表精灵的猴，象征中华民族是多种族融合的精神。我参加一只诗出以后，我就人体就变得懂好，每懂好教懂神气，我希望一只客家诗出能够留下呢客家精神继续流传下去。我是客家人，经常以舞狮为荣。对于客家狮的爱好，立林国小全校的师生们都积极参与客家人的骄傲，长时间搭车到学校的陈老师都有着这一份深深的体认。客家狮的文化已经即将面临失传，我们这种偏远地区的小学的小朋友能有更多增广见闻的机会。完全就以无形的乐趣指导高先生啊，高中以下都非常的热心啊，人家都皮下遇到传承的客家文化。而且目前来讲啊，在全国除了本阿本水以国家立领的时候，就出场表演上可能得看到客家的舞狮出来表演了，也没办法都看不到。但是呢，我相信啊，全国呢，台湾全国呢，很是像安尼样，很有一道有味了。但是佢可能就讲问题，佢冇出现，冇办法出来表演。但是我就睇下讲啊，希望全国客家人啊，像安尼样，你才个重新来主持，遇到安客家。啊，给传统文化，大家注水出来，希望往后某久的时间，能得在是个草面上会不止那样一嘴啊！啊，希望更多客家诗出来表演，也就那唯一个希望。尽情卖力的演出后，这群小朋友露出了挥汗后甜美的笑容，只要能再一次舞动客家狮，不管再辛苦也愿意。客家狮传神心，喜不喜欢客家狮？喜欢。喜不喜欢黄师傅啊？喜欢。乐意客家狮，看来在大湖乡立林国小生根的客家狮小树已经慢慢的成长茁壮，只要有越来越多像黄师傅的人出现，未来希望的路就越宽广无限，新传之路就更近了。